包你多少？不行，我在想今年活动我没不客参加，至少27号可以。嗯，那大五就搭27号，因为他只有4节，他就专门骗我们这种小孩，太可怕。还有哈，七月份，那我先赶回家再见，因为今天快累死了，我中午还要赶去哪边？你要去门市买吗？还是你会自己去？我不会。门市很快，门市放到你会帮你取，是吧？你的钱给他，门市帮你取。谢谢。阿爸，你现在在看奥运？他要钱吗？要钱，他不是免费吗？对，免费也要钱。好，然后体育还不是免费播出？对。要钱。你知道8月2号很恐怖吗？8月2号误点100多分，傻眼。现在也是卖100分啊！啊，你们昨天也会卖100分？今天21.90分啊！啊，所以昨天搞到半夜才收拾啊！21在4几天就来了啦。哦。21几点不知道。啊，我知道那台呀，我家的车啦。对。好，最后拜拜。27.26。钱还是1.85块，而且是买一包的酱，还想换花脸皮的酱。1.74，还想把这酱还想炒作，啊，西部柚子，有麻酱，钱是1.85块。车交会，然后27.24先行驶，啊，哪里？下一站汐止。天文三五，原装不油，原装不会嘛这样。汐止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